真有意思，小情侣在这儿见面。 Thank you.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女人？你放心吧，葛红玲已经让我们送去牢房了。我说你们这帮共产党也太厉害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把式给打开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公道自在人心，正义自在人心。你们越是想掩盖， 自己仇过的罪行，就越是会大败于天下。你就是嘴硬，是不是啊？多吃，吃吧，能多吃一口就是一口了。你也甭想着活着能出到这个审讯室，别做我饿死你，啊，是吧？ 吃饭吧，身子都饿坏了。
我只希望你们交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，交出他，其他人我既往不咎。看来，有些人要为这个始作俑者陪葬。 共产党，这太厉害了，完全是不要命啊！活生生的我枪给人撞了。闭嘴！打死一个邱子安，好歹给这帮共产党点颜色看看吧。不是，关键是他们不怕呀，好像是反而把他们给激怒了。旅长，他们不会暴乱吧？暴乱？好啊！审了这么久了，一个嘴巴都没撬开，我正好趁这机会给他们都给枪毙了。那这样不行啊！
麦站长一直交代说，不能让他们惹事，还留着他们的命，以后还有用呢。养着这帮共产党还不能动手，简直是给自己找麻烦。旅长，你看这拷打普建、葛红林、共产党绝食、邱子安被杀，这事儿是越闹越大了，咱是不是得告诉一下麦站长？ 上次犯人越狱的事儿，麦站长就批评过我。这次如果再让他知道了，我以后很难在他手底做事了。这样吧，先瞒着吧，别说了。不是，这他……你是想去告密吗？不，我哪敢呢？跟我一个摆个摊子，我也不敢。我就是。 方官，怎么了？共产党好样的！共产党真是好样的！是啊，他们为了老百姓，为了自己的同志，连死都不怕。他们是我见过最英雄的人。我以前不懂，为什么你跟叔子都想为共产党办事儿，今天我明白了。我看到邱子安就这么的站了出来。 面对枪口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些年我白活了。共产党让我佩服，说他们能给我们带来好日子，我信。方官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叔子死了以后，我总在想，要是当初能跟叔子一起为共产党办点事儿，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但今天不光是为了叔子，更为了一种念想。 包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又有希望了，你懂吗？我明白。今天邱同志就这么走了，和叔子一样，咱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白白的死了，一定要帮葛同志越狱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听你的，听共产党的。 心了，那人命在他心里边，连只蚂蚁都不如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得时刻准备着，他们还得留着身体闹革命。还不敢吃饭是吧？他们啊？他们说要把普建从审讯室放出来，才肯吃饭。不怕死是吧？他们啊，都不怕死是吗？不怕归不怕，但是他们都肉做的，这几天下来，我看见好几个都快没气儿了。旅长，这事儿真闹大了。 放人！好，放人！放！
受苦了，为什么？和邱子安同志相比，我这不算什么。下一步，我们准备怎么办？祭奠邱子安同志。祭奠？就在第一监狱吗？ 同志们，邱子安同志的悼念活动现在开始。 子安同志，你是真正的英雄，你的血不会白流，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崭新的、平等的国家。子安同志，安息吧，一鞠躬。 现在才汇报，我也没想到这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一开始，毛守良审问葛洪林和蒲健，后来这共产党就绝食抗议，然后毛守良就下令杀了这个邱子安。
吕成一看这事态控制不住了，这才来汇报。毛少良还想瞒着您呢。这个毛少良，难道我真的老了，连人都看不准了吗？？这不能让共产党这么拿我下去，要不咱们来个杀鸡儆猴？共产党是一群不怕死的人。 我们要另想办法。什么？让我跟那些政治犯道歉？对，这是麦站长的意思。我不信，我打电话。我劝你还是不要打了。麦站长说了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也应由你来善后。京城外的战事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你在里面惹出是非，如果造成共产党更大的抵抗，这责任。 向邱子安表示了歉意。这次是一次意外，是一次事故，我也是担心你们的身体会受到伤害。对于行刑的那几名狱警，我已经严惩罢了。最后，我再一次向邱子安表示歉意。好。 毛少良已经向共产党道歉了，暂时安抚了他们。毛少良让我越来越不放心了，这样下去要出大事儿的。站长，您的意思？暂停他的工作。你去第一监狱盯一段时间，别人我不放心。是。 伤好点了吗？没事，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吧。嗯。哎，红玲怎么样了？我今天没看她出来。她让毛寿良打得浑身都是伤，还在休息呢。毛寿良那个混蛋，简直就应该千刀万剐。他毛寿良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放心吧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。麦兄。 这两天还得麻烦你，多多照顾红玲，她受了很多苦。嗯，你好像挺关心红玲的。我们共产党人都是一家人。行了，别瞒我了，我从你眼睛里就看出来了，你俩是恋人吧？对。可惜我没有做到恋人应该做的。 肩并肩作战的同志，想想我们为革命做的一切，我心里很骄傲。
为胡宁感到骄傲。你们既然选择了爱情，就不应该参与这场战争。在这场战争面前，任何爱情都会显得很脆弱。不，我觉得恰恰相反，在这种恶劣极端的环境里，爱情力量会更强大。就像两个人划着一条船，共同去面对。 我们两个人呢，有可能一起达到彼岸，也有可能没有那么幸运。但是，我们彼此在一起，相互温暖过，相互扶持过，为了共同的理想、共同的信念努力过，这样一朝朝暮暮，两相厮守，更幸福，更有意义。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体的。 我真的挺羡慕你们的，好像任何人、任何事都不可能摧毁你们的感情。我曾经也向往过爱情，可是我的感情跟你们的相比，太愚蠢了。如果是让你痛苦的事情，就赶紧把它忘掉，让自己的心情让它快乐起来，才能抵御这座牢狱。我明白。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我只要一想起他来，我就觉得充满了希望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那太好了。他人在哪儿？在我心里。哦，好，运动运动吧。 胡建和葛同志被送回了牢房，没有再受刑。哦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可惜呀，这么好的一次越狱机会，被那个混蛋给破坏了。现在第一监狱肯定要加强防范，那只能让洪林他们稍安勿躁，等待下次机会了。李同志，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吧？ 赵同志，现在看来，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的，也许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没问题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呢一直暗中接触金城最高长官陈司令，如果能够说服他放弃抵抗，金城就能够得到和平解放，而这个麦大年呢？ 从中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我们的行动计划。据了解，这个陈司令有一个贴身秘书叫王北川，他是陈司令最信任的一个人。如果能让他去说服陈司令，我想应该是事半功倍。那这个王北川会配合吗？这个王北川呢，曾经对我们共产党是有好感的，但是还是需要有信任基础的人跟他接触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蒲健。 他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，只不过后来呢，一个参加了共产党，另一个参加了国民党。那蒲健现在在监狱啊？对，正是因为这个，我们想通过报纸揭露第一监狱滥用私刑的情况，然后倡议陈司令去监狱视察。我想陈司令迫于舆论压力，他应该同意会去的。你的意思是通过陈司令视察监狱？ 让王北川和蒲健见面。没错。站！进去。罗仔，把四挺机枪都给我摆好了，还有岗轮上。
体微风吹过窗棂，体光阴很安静，听夕阳为爱呼唤黎明，洒落一片繁星，听细雨落在屋顶，听步履很轻，听往事回忆里牵引，脑海反复过瘾，看不到你的天空，能听见翅膀飞行，看不到心跳共鸣，憧憬的梦境我相信，看到你清澈的眼睛，听到歌声里有美丽的风景。